场比赛其实1-0上来之后，是不是感觉稍微更轻松一些？因为应对局面就不一样了。对，因为队友为我们打好一个很好的开头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也能更释放自己吧。因为第一分是非常重要的，每个团体，然后我们又是小队又去冲，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嘛，然后他都做得那么好了，我们肯定要跟上嘛，对吧？那赛前你们有没有可以打一些什么，让他在场上放松压力，尽量别想太多的事情，就放心去冲，对，后面有我们，我们就这么跟他说的，就是放心去打，因为不要有包袱吧，就是珍惜好最后一场球，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所有的练的东西全部用出来。他确实做到了，打到了最后一刻。哎呦，跑了，他跑了。就是4年前，其实好像也是有点遗憾，因为是亚军嘛。然后过了4年，觉得这4年两个人的成长。成长非常大吧，因为上一届有熊姐和小丽姐带着我们，然后上一届其实自己也是作为二双输给华姐的，其实这一届自己非常的就是也是尊重嘛，他是大队员，而且是我一直非常尊重一个前辈吧，然后我觉得也是向他学习，然后冲击他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做得不错吧。嗯，那你们在